旅行是我的解压秘方，我对新事物很容易感到胆怯，更喜欢去熟悉的地方旅游。旅行对我来说是必需品，我喜欢随着人生不同阶段展开不同形式的旅行。我觉得旅行就是要放松，我有点社恐，习惯和家人出游，但还好两位姐姐都很亲切，所以我很期待这一次出游。随心出走，重新启程，出发吧！旅行出游第二季，11月10日起，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，8度空间自由自在播出。你也可以下载腾腾 App 收看。